我跟侬讲，我一天到夜就辣盖求阿拉娘，对伐？我求求伊了，我求求伊一家门了，侬就跟阿拉混血宝宝讲上海闲话可以伐？哎，硬劲要讲普通闲话，真的。哎，天天就辣盖跟伊拉讲，哎，你那个这个手啊，怎么冰冰硬的啦？啊，这个冰冰硬的不行的，你要去折，多折一点衣裳的。阿布，今天中午我们吃什么？哦，今天中午我们吃烂乌面。你还不如顺大便吃个烂污面。哎，你这个宝宝那个冰箱里面的牛奶不能够直接拿出来吃的哦，你吃牛奶，你要先在微波炉里面转一转的，要转一转的。营养快线，喝前摇一摇，冰冻牛奶，喝前转一转。这个就是早晨起床的我，虽然米空有点像侧罗，但是我还是要好好保养的。在我撸脸的时候，孩子们在干嘛呢？早晨，我给他们布置了很多任务，可以看到大宝已经在锻炼身体了。锻炼身体是其中一个任务，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多睡一会儿。但是再来看看三宝，他一点都不关心我给他的什么任务，只知道玩。然后二宝一边吃一边看着书，那四宝宝呢？四宝宝在哪里呢？他还在呼呼大睡。我仍然在一边撸脸，一边监督他们完成他们的各种任务。大宝见二宝迟迟不给三宝倒早餐，大宝很光火。有。When I'm not available, you should pour cereal for breakfast. Well, I was eating breakfast. That's not a good excuse. Oops. 这个口太大了，对吧？ Yeah, I didn't know. 不要紧，哎，太多了，还把妈妈你，噶许多，泡泡没有，给妈妈分一点。Sure. 好吧。Freya, do you want this kind? Yeah. Sure. Thank you. You're welcome. You're Freya. What did you say, Freya? Thank you. You're welcome. Give him a hug. Do you love brother? Do you love brother? Take a picture. Do you love brother? Huh? Do you love this brother? Do you love Rafi brother? You do? Oh, you still love him? Okay.三人醒啦，三人醒啦，啊，侬醒啦！哦，狗狗困了好吧？牛奶呢？牛奶吃吗？哦，跟姑姑要好啊！哦，跟姑姑要好嘞，要好一起嘞，来要好一起嘞，跟姑姑亲子，宝宝哎要好一起，哦亲子，哎你得过来，哦亲子，哎宝宝，哎呦，哎呦。哦，看到我头发，跟姑姑亲着好不啦？亲着呀。给他买了一个增高椅，终于可以吃出新高度了。其实是给三宝买的，让他写字做作业，就是不用那么耸着肩。放在橱里的冬衣需要烫一烫。我在忙自己的活，孩子们又在干什么呢？偷偷看了一下四宝宝，他自己碗里的东西吃完了，开始吃我碗里的东西了，给我抓个正着。艾莉头抬起来一点，对。你们在干嘛？读中文吗？他们在读中文。今天呢，我就用这个炒菜机给孩子们做菜，因为呢，炒菜这个动作让我肩膀疼，但是会做菜的千万别买。我是幸福的混血四宝妈，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